我是芳姐，今天到益阳这边来看交流会啊。这里的天气蛮好的，衣服都穿多了，好热。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可以跟我那个摊位上面来逛一下啊。这里个老师傅在这里摆摊。一个老夫妻嘞，是一个老夫妻啊。这里多少里啊？110里嘛。110多里是吧？啊，好大些的啊，这个摄影圈的毕业的。这里。这个我在这个老师傅这里看了一幅很大的佛珠啊，这是纯手工雕刻的，大号的，这么大一颗的，大概有110粒吧，有110粒，112粒啊。这是我仔细的看了一下。这里总共是110粒，芳姐现在看了一下，这是纯楠木的，这是楠木雕刻的，这个要多少钱，老板？要1000多块钱嘞，老板。1000几啊？哦，反正没开单了，很高，1000。如果我是开单生意了，你看那个基本都不能给你了。没有开张，就给我开个张。这里一串就是128，是吧？112的。1280是吧？1280啊，都本给你。照本给我。这个老师傅这里是112颗楠木的大珠子啊。对。然后他老人家说没开张，我给他开一下张啊。这里就是1280块钱，我没有发他的价啊。我给钱给你，好吧？接一块，你掉了个钱出来的。啊，掉了个钱。到10块钱。一千三十。好。芳姐把这个老人家的一副这么大的佛珠112颗，1280块钱买定了，感谢大家。喜欢芳姐节目的朋友可以点个赞啊，感谢大家了。下期节目再见。祝天下众生平安快乐，谢谢。